出来了，大哥退一下好不好？来，开完让我们拍一下。你有信心站出来吗？走走走走，主席站下。对，现在另外的商办有议员爆料，陈时中组跟金华城有关。都有下线，主席是不是？难道对错的事情都不知情？ 主席今天还是要主张都不知情吗？公务员不要坐牢，现在还是原则吗？有想过不去？郑生会把所有事情讲出来。他说是市长交办的。来来来来来。我跟林忠明、林欣荣的认为，你一定知道金华城容积争议。你有交办吗？主席现在是要去找律师沙盘推演吗？主席律师要有信心吗？要不要先？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外面的小草说？你建议金华城啊？有没有跟佩奇沟通啊？